银金智慧系统翻转台北车站大明宫，柯P拼市政，民调也翻红。根据旺旺中时艾普罗民调政治人物声望调查，柯P满意度达到37%，不但胜过蔡总统的15%，吴敦义的14%，甚至还比蔡英文加吴敦义满意度还高。三人之中，民众对蔡总统最不满，不满意度38%，达到总统级的声望，你怎么看？你也会给他嗨哦，民调是这样的哦，低的时候不用太难过哦，啊高的时候也不用高兴，反正就是哦，对的事情做啊，错的事情不要做，啊每天很认真的努，很认真的努力，啊这样就好了，想东想西干。民调赢过蔡英文，柯P话很保守。事实上，去年底柯P声望曾掉谷底，年初发表反去讲话言论，七月出席双城论坛后，民意反弹冲高。外界分析，柯P两岸走务实路线是受支持主因。两岸的事情是总统的事。我只是该做的做的 ，OK。他比较真诚，比较直接，算是会讲实话的长官吧，也还不错。民众力挺柯市长，不过若以县市长相比，台南市长赖清德满意度仍高过柯P，和朱立伦差距也不大。柯文哲声望赢过蔡总统，但放眼台湾政坛，并非全无对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